她叫陈星星，是我要用一生守护的女孩。为了能给她更好的生活，吃再多苦我都愿意。今天可是大日子啊，好好表现。这个夜晚属于你们。怎么回事啊？你们的东西确实有问题。我们的学生用了你们的电热水壶都烫伤了。我安排人做队长。你认为钱就能解决所有的事情是吗？对，钱就能解决很多问题。调查出一场，这里是医院。上官，请原谅我的不责别。我曾经相信我们的爱情是不平凡的，是坚贞不渝的。不知从何时起，我们已经不陌生了。记得在那些一无所有的岁月里，我们是多么的相爱和幸福。我们一起没心没肺地畅想着美好的未来。今天我们就在未来，但为什么却不是我想象中的样子？你是成功了，但我却丢了你。希望你以后一切都好，长喝酒，按时吃饭。今天可是大日子啊，好好表现。我终于舍得为你放